卢素香旅长觉得开心。祝大家新年好，猪年行大运，诸事吉利。2019年2月5日分享于网络 FB， 卢素香觉得开心。2019年1月15日下午5:18分享于 Facebook， 新东米辖内小太阳幼儿园、新泰国小、新东国中、新国高中是唯一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系列教育学程完备的旅行镇区，尤其每一所学校都很入手，在家长计划中影响的学校白白的网路刷的余下新泰国小二年问学生下海到新东国高中中心户外教学旅行长又向社区发展协会传统的板块以宽可预备小朋友解说旅行镇区的结构是让人一堂公民课，让小朋友进行家认识居住的江满和家安康，财源广进。欢迎搜寻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及订阅，感谢您。卢素香旅长觉得开心，祝大家新年好，猪年行大运，诸事吉利。2019年2月5日分享于网路 FB， 卢素香觉得开心。2019年1月5:18分。